关于全新一代 BMW X5 的这个智能功能，给各位做一个演示。我手里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啊，经过匹配之后，它可以行使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完全变成全新 X5 的车钥匙。比如说，我身后现在是一辆上了锁、车里没人、后视镜折起来的全新 X5， 用手机扫描门把手，车辆就会解锁。而通过 NFC 技术匹配之后的每个车主的手机还能实现什么功能呢？此刻我身上没有这辆车的钥匙，我踩下刹车踏板，然后我用手摁启动键，注意啊，车辆是没有反应的，是不着车的。而当我把这个可以当作车钥匙使的手机放在它无线充电的这个特定区域，此时我踩下刹车踏板，按启动键。所以说，经过这个 NFC 技术，经过 BMW 的这个换代升级之后，手机可以当车钥匙使，你身上完全不用带钥匙，你只要看好自己的手机，就可以操控这辆车。同时，通过这样的技术，它还能够实现很多的远程功能，比如说远程着车等等。